暖心开唱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本土天团茄子蛋受70年国民饮料请来代言，接拍周年纪念 MV， 改编经典神曲。副歌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比较跳跃的吉他，哦呦，听起来比较跳跃。MV 上架2周就突破200万点阅率，网友留言听着歌有种想哭的感觉，心疼到想掉眼泪。影片中出现资源回收宝宝、星光大道、集美女中拔河队，这下回忆全都回来了。外星宝宝部分真的是超可爱、超有印象，以前学校都有。然后 SARS 期间的部分也让我非常有感，看到台湾在很多不同时代的这些努力，就是觉得非常激人。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也重现2003年 SARS 期间第一线医护坚守岗位，正逢武汉肺炎期间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，相当催泪激励人心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我每分钟。更有年轻网友直接用 Luckin 编舞致敬，国民饮料走过70年，用满满正能量传递温暖，就算遭逢疫情艰难时刻，也要坚持勇敢，乌云总会散去。三选综合报道。